孙道存夹嫩妻上路违规三犯。轰隆隆隆隆打雷了，胆小的人都不敢跑，怕怕。苹果昨天下午直击台哥大创办人孙道存跟小他32岁的台媒小嫩妻吴亦平出门。附带一提，孙云云还比这个小妈大个4岁呢。他们先被司机开着500多万元的 BMW， 再来看其他的 BMW。接着就很惬意的逛起了 Costco， 从事一些大老板庶民化的日常采买。会错意了，原来是来买吃的。两人手忙脚乱的在瞧食物和饮料。奇怪了，司机怎么还没来啊？打手机问问，他该不会被开单了吧？被开单就开除他。是，司机除了开车还开了小差，跑到别处办事去了。哎呦，人算不如天算呐、运气就这么好，遇上警察来清算，咔嚓拍个纪念照取缔一下。孙道存这一餐好事多外食，歹事多花900元呐、但你可知道孙道存上路违法犯纪，其实都不太容易遇到警察吗？只有在好事多前一晚，新一区寻常的车河内，竟然被我们直击到这位孙大大大胆到没系安全带呀、比妓女小4岁的吴亦平就比较爱惜生命，该做的安全措施都有做到。当晚他这辆保时捷还随意的停在人行穿越道上。哦，孙大大自驾违规找司机开也违规，真叫人。弹弹七八头摇，弹弹七八头摇，苹果月亮 online， 弹弹七八头摇，八宝。